真心话街头突击，你想对妈妈说什么？我要跟你说，谢谢你的照顾啊。娘的那个鸡皮疙瘩掉满地，也不拿一层起来洗一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在讲妈妈呀，哭出来了，爱你哦，爱你啊！稍微分享一下，我想过是我女儿。本节目由 Kiki 益生菌蛋糕冠名赞助播出。